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回来《大鱼渊源》这一集呢，把大家带去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呢，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活动要宣布，拉斯维加斯将会在15、16、17、18号啊这几天呢，就会有一个叫世界性的一个活动，叫 Formula One。Formula One 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级方程式，非常非常壮观。因为这一次拉斯维加斯呢，它会将会在拉斯维加斯大道的中间就划开啊，现在你可以看到的 video， 它中间呢有一个拦起来的一个地方呢，是专门给这个 Formula One 的这个赛车来做它的赛道。那旁边的两旁的这些大的酒店，比如说 Bellagio， 比如说 Flamingo 啊，这些大的酒店前面呢都已经把他们有一个就是瞭望台啊，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临时加建起来的。然后呢就把这一个观众呢可以放在这些地方上面呢，让他们去参观。在为期3天的这个赛车里边呢，头2天呢是可能就是给他们做一个预先的比赛，然后呢你可以一直看到听到这些赛车呢一直这样过啊。那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真正的 Formula One 的一个比赛，就真正的可以给大家在那边看。所以它的门票呢，如果是这3天的价钱呢，也相对是不一样的。第三天的那个真正的比赛的时候呢，听说啊，一个普通的座位呢，可能都已经炒到1000多、2000块一个人。那拉斯维加斯除了有一个这么大的活动呢，也有一个拉斯维加斯现在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大型的圆形的一个叫 LED 的一个 theater， 这个可以用来做一个演唱会啊。那到了里边，在外面的时候，你也已经可以看到，在外面，比如说晚上啊，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球外面呢都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灯一样，很漂亮啊。在很远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图啊，不同的这个景象啊，在那边变化。那但是呢，到了里边的话呢，就更能够看到，因为它里边呢有整个360度的一个大的屏幕。当你身处在里边的时候，它可以给你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大象啊，有一些不同的动物啊，甚至一些昆虫啊，有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放到1000倍大，然后呢就在你的面前呢呈现出来，感觉呢你就好像身处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比如说动物世界的身处在它里边当中，是好像你突然间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里边。那有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一些 concert 啊，一些演唱会，那他们的这些 artist 歌唱者呢，就会把他们的这个歌曲，还有这个3D 的一些景象呢融入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之后呢，你就感觉你在一边听歌，又好像一边呢又在一个不同的这个世界环境里边。有时候它可以带你飞，有时候可以带你到海里边。那所以这个，比如说你去买一个门票，你要去看他的演唱会也不便宜。看来现在哈，大概的这个价钱呢，大概要上到1000块一个人啊，就看一场表演。那现在很多东西都越来越贵了哈，在美国。所以对于一些我的一些朋友呢，不管是新移民或者是一些已经来了美国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会选择就是，不留在加州了，可能就是他们也已经觉得说加州有很多的不合适的地方，可能要找一个比较，相对来讲生活容易一点啊，工作上面也不会说遇到那么多困难，有了一份普通的工作，有很多人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对工作上面呢，已经有一个根基，那去到别的地方找的工作也可以，相对也是差不多的，工钱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这个相对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那有很多人呢，因为来了美国还没有办法置业，还没有办法真的买一套自己的房子。那如果与其留在加州，哪怕是你赚20万一年、30万一年，你都没有办法可以完完整整的去买一套房，因为房子的价钱最基本可能都要200万以上啊，才可以买到一间稍微比较啊叫 OK 一点的普通的房子。那
他们就可能选择一下去到比如说德州啊或者别的州啊，那边相对他们的这个生活指数比较低一点。但整体风水来讲好不好呢？我一直都讲，因为这个八运转到九运，因为这几年呢有一些这个水运啊比较冲的比较厉害，那所以这几年沿海地区呢都特别的差，因为太强了。那沿海地区的话呢都会看到就是比较烂塌塌的，比较差，很多的这些人呢都聚在那些海边的地区，特别就是越旺的越好的海边的地区，哪怕是夏威夷也好，哪怕是San Diego 也好，或者三藩市，或者是哪里有这个海边的，都是比较差。那反而相对在这个内陆地区，比如说到了这个中部啊，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德州的这个中部啊，平原地区，它还真的发展的不错。那拉斯维加斯好不好呢？拉斯维加斯相对来讲，它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它坏处。为什么呢？拉斯维加斯它属于一个火土非常旺的一个地方。那它这个火土很旺的一个地方，虽然它为什么它能够致富呢？因为它在这个土的它的这个土像很旺的这个地方里边呢有一个很强的水，因为它科罗拉多河就冲过，然后呢真的可以流到这个地方，不用人工去引它进去，它都已经能够存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在后面因为做了这个湖泊水坝还有这个 Lake Mead 之后呢，就把这个人工的这个水，科罗拉多河的水都引到那边去了。而且引到那边的时候呢，因为他用这个湖泊水坝，他的这个水坝呢能够造他的很大的这个电力，所以他大部分的这个电力都卖到这个给拉斯维加斯，而拉斯维加斯呢除了有水也有电了。那在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环境里边呢，当时候他不是用来开始就是不是说我要去建一个拉斯维加斯做这个赌城，不是这样的。当时候呢虽然也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有这个因为工作嘛，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候的总统给了一个就是很大的工程，把这些人呢都引到这个内华达州那边去了。引到那边呢就是为了去来建造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他们世纪霸业，把这个水坝呢把这个很强大的一个这个河流啊截停了，然后呢能够在那边做一个发电或者是治水的一个功能在那边。这个酒店呢里边你看到它这个风水八卦阵那些非常的强，那有很多的都是已经摆好了它的这些风水。所以这一集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关于这个风水，有很多人呢他们就讲说风水啊那边住的环境啊会怎么样。在没有讲风水之前我先讲校区。校区呢拉斯维加斯好不好呢？相对拉斯维加斯的，因为它需要更多的人进去，因为你肯定是中年人，一定是有家庭的，你才会愿意在那边留，在那边住。所以它相对有一些地区，它的校区呢不差。在你面前，现在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有一个房子，这个我只是随机的 找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呢，相对就是比较来讲合适大众，大部分的人能够就是负担的，这个价钱也不贵，大概30万到40万中间。然后呢三个房间，你可以在后院可以做你的很多的东西，建个房子也可以，建个游泳池也可以。然后校区也不错，那校区也已经达到这个8分啊9分。那这么好的这个环境也可以有一个普通的就是工作啊生活的环境也不错，生活指数也不高，就比如说你吃东西相对是在湾区的一半，
那买菜啊什么的，你加油可能差不多啊，加油可能就是便宜一点点。那但是很多人会愿意选择，很多人愿意说哦，我找到的钱，我可以存起来，对吧？那所以呢，这种房子呢也非常的抢手。那有一些类似的区，它的房子可能大一点，可能贵一点点啊，有的人负担得起，那就买个七八十万了。但是你相对你同样的房子这么大，你在湾区你可能200万、300万你都买不到。那所以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市场，这一年我看到对上的这一年开始，它的这个价钱呢还是一直在升啊，有一点一直在升的这个。那风水来讲呢，它好不好？拉斯维加斯，我说了，任何的人都是要看他的命格，能够去到这个地方住。比如说你有适合这个金水啊，那你不要去拉斯维加斯。那你只要你缺金水的，你去拉斯维加斯，因为它火土非常重。那你去那边呢，你不单存不到钱，你还可能呢，就是做生意也会失败啊不好。那如果你的命格需要火土啊，你在这个地理环境里边，那就非常适合你。所以有很多人他搬去拉斯维加斯不见得好，那有很多人他还不存不到钱，还可能他赌了一身背了一身债，然后他就回家了，他就搬了，他就去别的地方。那拉斯维加斯的治安好不好呢？我可以肯定跟你讲不好啊，但是它是相对在不同的地方，你去到不同的区，有可能你好像去了第三国家一样，你去到一个好的区，你好像你去了一个上流社会一样。所以你要看你去的环境，你去的区在哪里。那吃的好不好呢？吃的非常好啊，吃的什么东西的可以说是the top of the world， 什么好的最好的都在那边可以吃得到。那水也不错啦，是吧？它水源很充足。那风水来讲好不好呢？只要见水，拉斯维加斯都会发。怎么样见水呢？是要守得住。拉斯维加斯呢，比如说你看到大赌场，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比较好的大赌场，就好像 Wynn 啊，好像 Bellagio， 好像 Venetian 啊，好像这些大的赌场里面的 Mandalay Bay， 好的赚钱的都是因为它金水的格局做得很好。你看 Bellagio 它是最大的一个，你如果你在它的这个就是 Bellagio 里边有一些餐厅，它这些餐厅呢都有一个平台，那遥望出去呢都是它的这个外面这个湖的一片这个景象。虽然它是一个人工湖，但是呢你不要小看，你只要你角度对的话呢，你一眼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然后对面呢就是一个巴黎铁塔，那个景色非常的漂亮，一片看过去呢就好像你看着一个大海一样，然后又有一些水在那边喷，然后它坐在晚上的时候呢，那个感觉你真的好像身处在一个很大的一片湖啊，或者是一个大海啊前面一样。但是这是人工的，对吧？那做的这么好的一片水，它就可以帮这个赌场带旺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水源。我说的这个克者为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八字里边，只要你克住它，只要你能够克制住它，它就是你的财，它就是你的财富。所以拉斯维加斯里边，只要你选对的，它有水的地方，我们看的这些有些区，好像刚刚我给你看这个房子，它有些区它的对开就有一些湖，对吧？它旁边有一些湖啊，或者是有一些不管是人工的也好，哪怕它是一个人工的河流也好啊，都会啊不错。它的这个环境，和甚至你后面有一个游泳池，它都是对你的这个财富来讲都是非常不错。那所以要看到水，有很多人呢去到拉斯维加斯呢，你一定要挑一个地方啊，有关有水的啊，有一条街非常好的，做生意也不错，做这个就是在那边居住环境，我看过啊都不错，叫 Rainbow， 因为它是天虹彩虹，
那彩虹有一定要有下雨才会出现嘛。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觉得说，哎，这个地方还不错，景象很不错，也有感觉是好像在下雨。所以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它那边很奇怪，它那边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它的居住的这个环境啊，都会比较安稳，都会比较好。拉斯维加斯必须要找一个就是有水的地方啊，一定要有水，那就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去到拉斯维加斯，真的要融入他的这个社会，唯一我觉得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夏天，那这个夏天实在是太热啊。如果你对比好像 Vino 的话， Vino 到夏天可能就是100度左右啊，但是呢拉斯维加斯可以达到120-125，对吧？它的这个热呢是可以热死人的，那个感觉是实在是太离谱了，太热了。那怎么样去就是习惯呢？有的时候只能够是，那你去到哪里你就带着一瓶水啊，带着一瓶水，夏天的时候呢就直接拿水就往头上面就浇，然后你一出门呢你还会有一阵就是凉的一种感觉。寒还有湿啊，热的一个寒湿啊，不止热，有一个寒湿的在身体里边。那这个寒湿呢，我们比如说在湾区里边生活久了，特别特别多，你会在比如说三藩市在湾区啊这些地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呢年纪大了中风了啊，或者是出了一些这种问题。因为都寒跟湿跟风在身体里边，这种问题有的时候你只要去做运动，或者是你主要去到适合你居住的地方就可以。那去到世界那么多个角落，那么多个地方，唯一就只有拉斯维加斯可以有这么多的娱乐，加上吃的，加上生活环境，什么都有，都适合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天气。所以有一些人他在湾区他适合这样的天气，他觉得凉凉的很舒服，因为他本来他的身体很旺盛，他本来很热，你让他去到这么热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你让他去到这么热的这个热带的地方，他就很辛苦。但是如果他本来他又寒又湿，老人家他去到拉斯维加斯，突然间他觉得哎呀关节痛了，不痛了啊，突然间他身体的那种寒气，手脚的冰冷全部不见了。这个是我自己也会有感受，因为随着年纪开始大一点，这个腿的这个血液循环开始差了，双腿双脚开始冬天的时候肯定会冷。那到了拉斯维加斯完全没有这个状况，还热得不得了，冬天还是暖暖的，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一走出门，一走到后院，你光着脚一走，然后你身体所有的什么寒气都全部统统消掉。你就要小心一点，不要让自己过热中暑了啊！比如说喝一点凉茶啊，就是吃一点清淡啊，吃一点豆腐啊，那让自己的这个火气可以消掉，那这是最重要。所以这个天气环境呢，因人而异。如果你是合适的话，你去住这个地方非常好。所以我建议有的人他去那边去看一看，对吧？那湾区呢，并非说真的得天独厚，已经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有很多的人也不喜欢洛杉矶了，因为洛杉矶的这个环境、经济、竞争啊，加上它的这个罪案啊，很多东西呢都让人觉得没有了安全感。那所以去到拉斯维加斯，你只要适当的在不好的区域里边
娱乐也有啊，学习给小孩子的也还不错，给小孩子的娱乐也很多。那很多人就选择了就去那边，有的人更好，他有这个条件的话，他在湾区还是保留一个房子，可能在偏远一点点，在他的这个比如说 Sacramento 啊，比如说一些比较没那么贵的一些地方，然后在拉斯维加斯呢，他是主要的赚钱生活，只要不在那边，只要暑假的时候，他就全家都搬回来，在这边生活啊几个月啊。去旅游啊，去玩一下，然后呢在读书啊工作的时候，他又回到拉斯维加斯。我有个朋友更好笑，他是开这个计程车的，然后呢他适当的时间呢，他就会把这个计程车呢就开3天到10天，然后他就会坐飞机，当天晚上一坐飞机呢回来他就睡觉，第二天呢他就马上就跑到这个医院里边，他是当护士的。在医院里面当护士呢，他时间也不长，每一天呢是12个小时，但是呢他就做3天，最多4天，做完之后呢他又飞回去，又在拉斯维加斯那边又开计程车，两边的收入都非常不错，他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30万美金啊。有的人可能听说啊30万非常多巨大的，其实如果现在算来呢，在美国的这个收入没有很高啊，那有的我的朋友是做高科技的，只是在高科技的这个 Google 里面上班呢，这个收入都可以达到30万，更不要说我有一些朋友是做医生，这他们的这个收入可以达到做内科脑科手术的，一年的这个收入可以达到200万美金到300万美金啊，一年的收入，这个收入呢是包括了他们写书啊，还有他们做手术啊，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加起来啊。那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观的。那听说啊有一些大学的这个校长啊都可以达到了100万以上的这个收入，就年薪啊。那所以呢我们新移民呢，如果是赚着这个1万块2万块一个月的话，你以为自己赚很多了，其实你还是属于在这个中低阶层里边的，那有很多的东西呢我们没有看，没有完全可以看得到。拉斯维加斯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哈。那我跟你们分享的好像刚刚给你们看到这些照片都是包含了一些拉斯维加斯当地最贴身的，我们看到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风水位置里边呢，它有分东南西北啊，东南西北的这个城市里边的城镇呢，如果真的比较好的话，应该是属于西边啊，西北方。西北方，比如说它的这个西北方呢，因为它属于在这个环境里边的地图里边。比如说你看的这个地图啊，拉斯维加斯它的这个北边 downtown 向上呢，那边是属于北边的，在西北边那一边呢。是属于他拉斯维加斯将会发展的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没有错的。尽管你如果要就是看，那我们看到真正的这个 strip 就是在中间嘛，那属于他的这个西边，就靠这个左边一点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城的这个地方。那如果西北边呢，就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区域，所以如果要买房啊，要做什么，就在这个方向就好了。如果是东南方的这个方向呢，虽然它现在发展好，虽然它现在发展快，但是将来来讲呢，也不会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暂时先跟你们分享一下。下一期呢，如果能够的话，我可以多解答一些，你们可以发 email 过来，我可以多解答一些关于不同的这个风水啊，或者是甚至我希望在后面几期呢，请来嘉宾可以跟你们分享关于八字，还有风水，还有流年，就是我们可以预算一下明年开始谁可以当选，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工作上面怎么样去安排，最重要是我们的身体啊要保持健康。好，那这一集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